你好，我是 Mira， 今天是10月26号 Boxing Day， 早几天就是早冬，我就看到很多人纷纷上传他们的这个吃汤圆很开心的相，我很多很想吃，然后我就跟 Shoshu 聊天的时候，跟他说、不如我们都自己整汤圆啦，现在就要出发去 Shoshu 家整汤圆。我看到前面有个人在等我，自拍咁完全连唔到我相机咁型嘅，就我哋今日汤圆之夜咧嘅成员就有埋 cat， hello， 即系我哋去买材料先。OK，go go go go， 你咪太冻，你惊冻晒喺度等我。系啊，自己仲唔劲冻咯？啲风吹落嚟点样等你啊？如果冇 matter 嘅话，用第二啲粉嚟代替得唔得？面粉或者薯粉咯。我之前整蛋餅都用薯粉，即係再彈牙啲，好似珍珠奶茶嘅珍珠咁樣。我哋係要整大粒嘅珍珠，然之後有餡嘅芝麻餡嘅珍珠。用麵粉整湯圓，我都可以挑戰啦。點解會有 matter 咧？冇喺地圖上面出現嘅 matter。呢間咯，咩嚟噶？賣盆栽喎。喂，唔係，真係有喎。夾下啦，不如。插西卡魯。即系我哋约出出喺市场度等。喂，我冇嚟过呢私增度买嘢。糯米粉，闻闻下。黐油啊，黐油啊！食我有芝麻咯，白色嘅鸡咯，就烟烟银银咯。煮完出嚟变透明。唔会，都系白色嘅。斋薯粉嘅话就会系超淡，系要 mix 少少面粉咯。诶，혹시찹쌀전분같은거있나요찹쌀가루찹쌀가루네곱게다져진거있어요혹시보여주시겠어요찹쌀이우리국내산100%그러면이거안돼쌈쌀이왕탕이렇게딱만원이에요만원이에요삼천원이에요오귀여워그거그거冰糖그거諗住是番薯糖水底但我哋用冰糖薯冰糖咯雖然黃糖味啲我覺得我都覺得黃糖因為番薯糖是黃糖嗯阿姜可以買姜啊醒看你的耶耶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已经搵唔到，唔系啊，原来系有噶。哦，我이렇게하면될것같아요。네，감사합니다。네，고맙습니다。耶！我哋买完啦，我哋自己上去先啦，唯有。好啊，我要拍条片。好。慢啊！唔係咯，喺度嚇死！안녕，안녕，어떡해？啊？很可爱哦，哈！很可爱，它大只，好大只哦！它真算迷你比熊哎，它就两公斤。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哎呦呦呦！它毛呢？你好了没有你？佢一路整佢水果机，个相机。我后面话过嚟咧系。以一个私家侦探的角色过嚟突袭你屋企，高楼后面有一间闩咗门嘅房间。好啦，大家睇 cat 条片吓。点算啊？我哋嘅集中力放就喺狗狗度。我哋嘅汤圆点算？今日系Boxing啊！Boxing Day快乐！Boxing Day快乐！好，我哋咧嗌咩好啊？变啊变啊！기다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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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同佢讲기다려기다려그치왜要等佢嗰个崩溃啊要等佢个崩溃哎呦잘했어好我哋食嘢先啦决定好 OK 食啦食啦再见啦好了我哋开始整啦，唔系我哋系串，我哋一路玩胶，仲有你嘅大厨，就从旁观看者。
佢一路跟住我哋。沙僧尼，我要你打来，啊，我要你打来，我要你打来。看你沙生年吃得很健康啊！剛才不是看多零食啫嘅我哋咧汤就喺度啦，然之后要炒芝麻。我系冇整过汤圆，然之后需要整个。其实我都系以前嘅记忆。我亲手整汤圆系一件几 sweet 嘅事。好，我哋要去揼嘢啦。冇咁难呀！佢点算啊？我真系～都好得意啊！我頭先掛住望住佢 ，sorry。佢真係個佢好防曬，超 distract 啊！你睇佢，Joey！如果養你會養想養咩狗啊 ？Red 大嘅白色嗰只。佢突然間喺度做乜嘢？佢咪求愛緊啦嗰下。性慾。性慾強！你做咩對我係咁喐？舐我件衫做乜嘢？我件衫有啲咩可以舐？佢做乜嘢？佢咬我件衫，你咬。我件衫系咪有啲咩佢好中意咧？哦，你系咪喷咗嗰啲咩女性荷尔蒙？佢舐我，佢舐我。咪话加油，将你今年内嘅愤怒释放出嚟啦！琴日 cat 咧就酿咗水果酒啦，然之后佢就喺度分享咗佢酿酒嘅过程啦。咁然之后，但系咧佢系水果系冇抹干净啦，冇洗干净。我有洗噶，但系唔知干唔干净啦。个樽系冇消毒啦，但有洗嘅。跟住消毒啊，用热水咯，去煲佢咯。到时一齐饮啊！嗱，一齐饮，一齐饮，两个月之后，好嘢食益大家嘅，放心放心。睇个立体，差唔多咯，85%。好，我哋搓汤圆啦。OK， 我哋首先咧倒啲粉入去先，加太多水咧你就要加粉，所以唔可以加咁多先，唔可以用冷水，用暖水。啲粉会唔会食咗我哋啲指甲？有啊。我哋就睇整间芝麻嘅好食啲咧，或者花生好食啲啦。我哋分开噶。OK， 好，我冇整过汤圆啊。吓，真系噶？通常会买嚟食咯，点解要整？我哋屋企系唔兴整嘢噶，我哋屋企冇人中意整嘢食咯，除咗我之外。但系我会觉得呢啲系烦，所以我冇整过。今次咪会整番薯糖水底嘅，但系平时你屋企都系会整番薯糖水底定系点样？班兰叶。班兰叶。班兰叶姜同埋糖冰糖。香港嘅通常系就咁黄糖或者红糖，因为汤圆太干会裂，佢要平滑嘅面嘅。所以濕啲都冇想過，因為陣間你擺進個包嘛，你包佢會蒸發嗰個水分，所以佢會乾。但其實 suppose 應該佢啲粉係唔會沾到隻手嘅，如果沾到嘅話，應該係即係仲係有啲濕嘅狀態，真係唔容易啊！真係第日食到嗰啲手工嗰啲咩年糕嗰啲嘢咧，出懷住呢個感恩嘅心去食嘅。一陣間咩啊？陣間你擺湯圓嘅時候，咪黐嗰個。真係幾好悲啊！啊！糖不甩嘅味，即系第一次整流心汤圆。我唔知道会唔会流心啊，因为应该系用猪油嘅，但系我冇猪油。加半，加一半。加半咗就唔知边个打边个啦。哇！啱啱好嘅感觉。好，依家差唔多啦。我觉得 OK 啦。OK 啦。识整吗？拎一嚿仔出嚟。系。拖佢先。Yes， 包饺子喎，嗰个炸嗰个角啊，好黐啊，穿咗，系咁补救粉。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的，这不是饺子，而且你要小心啊，这样子是没有粘好的，所以你要它会爆，对，你要它会爆掉。一阵煮出嚟穿咗啲汤，全部都系我整嘅，所以唔可以直接落糖水嗰度煮，要另外分开啊。点封住佢？我点样封住佢？我以为包汤圆好简单嘅，我而家好似就系搣出嚟嘅呢个步骤系负责我定。有一样嘢嘅吓，就是炸薯，应该啦。我猜，我爸直接打给你妈妈问看。我猜你没做过耶，我有点冻住。
得意啊！呢个会系我最后一次整汤圆，我觉得。真系，好悲啊！下次我哋东南亚之夜，海南鸡，我哋下次挑战。食啊，海南鸡！我哋做乜嘢话要包汤圆？边个讲话包汤圆？你自己讲啊！我讲一齐整。点解会讲啲咁嘅？阵间你食嘅时候，你会好感。我第一次自己包，同埋喺韩国食汤圆啊！真系韩国冇第一次喎。你唔系包过咩？唔知啊，今次包咁攰。但系你之前包嘅都系由头到尾整嘅。系啊。啊、可能因為搓麵粉不是我搓，我只負責包、哦、差很遠，我們這個真的有零到一百喎。其實這幾個我們整糖不粒、哦、你試下整糖不粒、哦、我們不是因為懶，是因為我們很想吃糖不粒。是啊，我們整之前已經說我們要整的了。哇，這樣舒服很多，快很多，黑豆靚喔、啊、我們的魚蛋啊、哦、魚蛋啊，剛剛劏了一些魚去整的，不要偷懶啊，继续整你的糖粉啦！系咁，等阵先，等阵先，我要讲下咩啊？各位呢个系糖粉啦，糖粉系咁噶嘛，有扁扁地噶嘛，系咁样嘅咩？我食嗰啲唔系，我食都系扁，整扁，然之后唔理咩形，总之扁嘅。嗰呢个系阿华整出嚟嘅糖粉啦，呢一条，完全唔知咩嚟嘅。同埋隔篱呢啲奇奇怪怪形状，全部都系佢整出嚟噶。咩一大粒嘅太多啊！我开始觉得，都整啲可爱啲嘢出嚟。搞掂！耶！冷静啲。你开到啦！耶耶！两个钟啊！有冇留心咧？好，因为我哋咧个 concept 系整流心汤圆嘅。是老的湯圓皮有點厚很不像我們香港吃的那種糯米，是不是也不是糯米粉、啊、因為它韓國產有些奇奇怪怪更硬，很不軟熟、啊、有點硬，但是要煲久一點、啊、都有這個想法、嗯、像是年糕咯，是、啊、即是韓國是沒有，我們吃的是糯米粉，應該是、啊大家沉默咗，唔系喎，呢个腍啲喎，因为呢个系细粒啲，呢个好食啲喎，系咯，有汤圆感，实现咗你少少愿望。乜嘢呢个？我觉得我哋今日结论就系，以后汤圆都系买翻嚟食啦。我未去过你屋企，唔系去过你屋企啦，而家去你屋企先。東南亞風味去屋企啊！我會買新相機去特集去屋企嘅。我已經諗定好啦，唔好諗住執屋啦。我哋走啦，收低啲，我哋走啦。收低啲，頭先一路喺度搖擺佢個下體咯，一路喺度對住我只腳，而家又搖啦，又搖啦。拜拜！我哋約咗4號再嚟屋企打邊爐。下一個目標就係你啦 ，Miu 啦。好，拜。